咦，星火飞腾冇字幕嘅 ？No， 只要揿 YouTube 右下角 CC icon 就出翻嚟，揿埋隔篱嘅设定，仲有得选择语言，英文、日文都可以即时去片啦。欢迎收睇《星火飞腾》。健康有时好似空气咁，要冇咗先至发觉，先会珍惜。病人承受嘅身心折腾固然难受，其实家人付出心力、体力都会筋疲力竭。我哋今集嘅主角光仔，一心辞工照顾患末期癌症嘅太太，度过咗最后嘅四年。不过佢无法释怀，打算办完身后事就跟住去。做夫妻几十年，我系佢丈夫，好应份服侍佢。大热天时煮到你俾你唔食，口味转咗噶，咸啊唔识，淡又唔识，我自己又发脾气。口佢都唔敢谂出声，惊我闹佢，唔识谅解佢。而家自己真系劲劲，先至能够谅解对方。所以而家我敢唔敢都打电话俾嗰啲病者安慰佢哋，继续努力啊！三年前，麦炎光经历丧妻之痛。庆幸的是，在太太艳萍去到生命尽头的这四年，他努力去做一个好丈夫。转捩点是2013年的一日，太太就发现阴道有血流出来，医生就抽啲组织去化验，阴道淋巴核癌症嚟嘅末期，又扩散了，需要化疗。嗰陣時我都做緊保安，見到咁辛苦都係，唉，除下唔做啦，喺度服侍佢，每日照顧佢兩餐啊，糧都要同佢充埋啦。大家夫妻上日都冇得計啦。佢跟咗我咁耐，亦都未享受過。佢有病，我應份要服侍佢。佢媽咪去醫院啊、復診啊，全程都係阿爸爸搞掂。終於做翻佢嘅本分咯。因為以前唔會關心我哋，媽咪都好開心。维持了三年几四年，一路见到佢低落，食唔到嘢。2017年嘅年头，我自己去睇街症，话佢啲血压低、气促啊各方面。姑娘打电话叫十字姐车你入医院，三个医生都话佢唔得啦，落药落即刻死，唔落药都有一头半个月。两陪佢揽住下，医生都系咁样判定。只有好好地服侍佢啦。呢一个月，两夫妇成日捉住手话当年。讲翻光仔嚟自广州嘅大家族，喺16兄弟姊妹入面排第三，13岁就只身来港。一年后教伯父啊，同我姑妈好艰苦嘅生活。人哋有学翻我冇，身边个表姐夫嗌我学翻门手艺。啲親戚都係做洋服，俾啲心機學打工啊，打咗1年半就係自己做散工，逐件計數。我做嘅手法就啱啱適應嗰班出外國讀書嘅人，普通人揾200零蚊一個月，嗰陣用600蚊好犀利，咁啊稍微揾到錢就結婚。太太就係姑媽個學徒，做針子，佢優點就係脾氣好啊，冇啲大嗌霎。做洋服一個時間唔興啦，興呢啲買嗰啲又平又靚，買條褲都幾十蚊，又揾唔到食啊！攞貨尾走去做咗幾年街邊，甚至拉得犀利啊！小運管理隊，我曾經俾佢拉過幾次，一次唔見萬幾，一次唔見萬幾，唔做啦，就走去做運輸，做運輸10年，年紀大啦，做翻個保安。他们婚后生了3个仔女，有中度智障的大仔住在院舍，靠燕萍一路跟进照顾，直至2013年确诊才交给光仔。2017年3月23日，一段寻常不过的对话竟成永诀。
媽咪話我飛咗走，我唔理啦，我要同阿堂仔去復診啦。咁好啊，拜拜啦！呢一陣拜拜就係拜拜。第二朝早7:02，姑娘打電話嚟，嗱耳鳴已經降一身，講一聲拜拜就拜拜，真係有好眼淚。我留喺呢個世間上都冇用啦，同我相伴咗幾廿年嘅都離開我啦，只我一個單獨照顧呢個弱智個仔，你仔女又唔同我夾得嚟，要我點生活落去咧？嗰晚想我自殺。一年飲啊4-5支嗰啲紅酒，越飲越多。我突然間聽見一句説話：你仲有個弱智仔要照顧噶，你唔死得噶。我突然間醒起，即刻打電話叫10姐姐，第二朝阿成花抽到驗過曬，又揾個精神科嘅護士過嚟見我，護士啊，咁啊俾我出院。身体虽然冇事，不过丧妻之痛一日比一日深，自杀念头一直留喺光仔嘅脑海。佢好快已经计划好第二次行动。做完我太太嘅身后事啦，我谂住了结自己，去搞太太嗰啲，又要订物，又要搞嗰样搞嗰样，成个人散晒啦。咁咪走去睇医生，话我肺又促啦。脈搏低啦，親咗嗰度，即刻打電話叫10姐姐。施醫生一睇到我快到，之前有自殺嘅傾向。光仔完全係一個目無表情，一塊板咁樣揭翻嗰個病歷，知道呢個係一個幾高危嘅自殺嘅 case。我哋醫院好近精神病院，有一部分嘅急症病房嘅病人其實係因為唔開心啊自殺，係熟齡上面嘅 ICU 病人。試下同佢傳福音，聖靈俾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入位。你有冇聽過拉撒路同財主嘅故事啊？財主生前極盡奢華，咁而喺門口嗰度咧就有個乞衣叫拉撒路。過去咗一段時間，那個財主死去，去到地獄火湖入邊好熱好熱，那個財主好口渴，咁佢見到遠遠咧拉撒路咧就喺亞伯拉罕懷抱。他就叫拉撒路，你可不可以用个指头舔啲水俾我？拉撒路就话啦：对唔住啊，因为我同你有天冤之隔。财主当时谂起我仲有5个兄弟，就叫拉撒路，你可唔可以报梦俾呢5个兄弟，叫佢尽快回转归信神，唔好同我一齐嚟到呢个火湖。佢太太都因为冇信到神，去到地狱。我覺得佢都巴望佢最愛嘅丈夫唔好同佢一齊落嚟，佢都好愛佢太太噶嘛。我竟然話佢太太去到火湖，去咗地獄，應該會有啲唔開心，甚至乎可能投訴我。竟然同佢講：我聽過啊，嗰個故事我電台嚟聽噶，佢製造手機，到咗幾個聖詩俾我聽，然後佢做完嘢再翻翻嚟，佢話你有時間翻教會聽下道，對於我的心情。就會開解啲，你到時間揾我啦。佢唔好好好地去巡驗房，走去飲杯水啊！點解呢個醫生有咁愛心咧？傾談當中，我已經見到佢開始有啲笑容，同我講：如果我跟你翻咗教會，我聽咗呢福音，我覺得完全幫我唔到咧，我就繼續去死。如果聽完覺得有改變嘅，我就繼續跟你翻。史医生在1990年毕业之后，一路留在急症室做。8年前升为顾问医生，负责巡房，观察病人经诊治复原的情况。不过，原来读医从来不是他的理想。我4岁就已经没爸爸，妈咪咧就带大我哋4兄弟姊妹，环境都很差嘅，靠攞紧公援啊过活，冇乜嗜好或者兴趣。中三度開始啦，咁一路就讀書越嚟越好啊，佢開始名列前茅。咁開頭讀華富村間中學，後嚟會考都考得好好，咁就考出去出邊黃仁書院。我媽咪其實由頭到尾都好想我讀醫嘅，但係其實我中學咧預科咧係讀數，入到去讀醫之後咧覺得冇興趣，好沉悶地去背誦一啲好多嘅基本知識，成日走堂。
補完習咧，有啲錢咧就去玩斯碌架，自己有啲小聰明咧，就雖然咁樣成日走堂冇上堂，但仍然都冇試過要臨班，勉勉強強就順利畢到業。出到嚟之後咧，就去到見習飛人生活，七點就已經翻工啦。差嘅部門去外科，有時甚至乎八九點先放工，三個月咧可能只係得九日假期。最差嘅期間試過一個月咧 call 咗17 call， 17個通宵。過咗一年之後咧，咁就已經對做醫生更加討厭。出到嚟頭三個字，我全部揀曬急症室，總之唔好翻去病房就得噶啦。由以往唔想翻入病房，今日巡房既系史医生嘅职责，亦系佢嘅使命。最关心病人嘅身心灵，因为昔日佢都曾经跌落人生嘅低谷。太太啦，佢当时系护士，我想追求佢，佢系基督徒，佢都系带我翻下教会。如果呢个即系附带条件嘅，冇乜所谓啦。咁平时拍拖啲人当系睇下戏啊，做下街。因為我細個好窮，我媽咪俾我一個觀念，就覺得金錢好緊要。出嚟做工咧，就不停諗住方法賺錢。金融風暴爆破之前，正正咧就買咗3層樓。但金融風暴一爆破之後咧，要盡快賣咗啲樓，因為知道自己嘅經濟咧未必可以一路承受住。其中一層樓旺角，我450萬買翻嚟咧，結果剩翻得250萬。我要問兩個大學同學借咗90萬，咁就去話。有一次開報紙一望，咁見到一個電工咁爭人30萬就跳樓，咁我應該死3次，我爭90萬。呢個係第一個神幫自己渡過嘅難關。第二個難關就係身體當時好肥，懷疑自己患咗冠心病，生命好脆弱，31歲我諗嗰時，原來好近死亡，因為當時醫生話，如果一個唔覺意隨時出事，可能會冇命。後來咧證實都唔係好嚴重，我好感受到神都好關顧自己。屋企嘅小朋友去到青春期嘅反叛啊，咁樣令到我自己覺得同神嘅關係重新思考過之後，我就覺得自己都同神都係好反叛，神都好有愛心去挽回自己。嗰日開始就我就覺得慢慢要跟翻神。96年，史醫生同太太共偕年理，婚後生咗一對仔女。不過急症室醫生要輪班之餘，有時突發案 call 仲要翻去幫手，想穩定翻教會，放假陪仔女都唔容易。日日嘅節奏好緊湊，嚟到嘅病人範疇好闊，心臟病發啊、中風啊、交通意外、工業意外，睇到生命無常。太太又同我講：你一路輪班，其實你好難有恆常嘅教會生活。你有冇試啊報晉升嘅機會啊？後來真係出現咗一個機會，有個位，好多人報名啦。咁但係好奇妙，我覺得神 reassure 自己。當時面試總部原本要落嚟嗰個人咧，就換咗急症室另外一個部門主管。咁見到當時嘅個面試咧，有好多急症室嘅人。我其實做急症做咗好耐，咁嗰啲人都認識曬，對答咧亦都係容易嘅，即係我又覺得好輕鬆。結果咧就順利升咗，俾神開路。我由在下面最前線最 hot 鬆的話咧，就去了急症病房去巡房。在急症咁緊密咧，其實你好難跟病人接觸好耐。喺急症病房咧，佢會住噶嘛。當時突然間諗翻起耶穌喺聖經入邊有講到，就係佢見到啲人如同沒有夢人一樣困苦流離，個個病人其實都係唔同嘅原因瞓喺度，心病好心結啊。咁你豈唔係應該關心佢哋咩？我知道神想我在職場上傳福音，不如試一次啦咁樣。但係心竅都好緊要啊，就覺得有啲難為情。同時點睇自己呢？你傳福音喎，咁但係你自己平時行為點啊？咁但係聖靈即係有提點，你唔係傳自己啊嘛，你傳自己梗係醜啦，梗係羞愧啦。你傳耶穌基督啊嘛，鼓起勇氣去同佢傳福音，伯嚟嘅啊，竟然就信咗耶穌。我當時就好開心，咁自此一次一次喺病房入邊，聖靈有感動，開始傳福音。多年嚟，史医生就系咁关心咗近500位病人。3年前遇上光仔，好深刻嘅系嗰次倾完个几月之后，当佢办完验评嘅身后事，即刻去教会揾史医生。拜拜。我做人应承得你就一定做。去到教会见到神爱世人四个大字，我即刻个心安静咗上嚟。
先生一走出嚟，一見到我，佢阿爸，我估唔到你真真正正會嚟。我遠遠見到阿光仔嚟到，哇！真係好開心，我走埋我攬住佢。我問先生：我哋咁高學歷，點能夠同我一個冇學歷嘅人做朋友咧？我你又係人啊，我又係人啊，係咪啊？點解大家做唔到朋友啊？教會依個大家庭唔同出邊社會噶，我哋好平等。我當然都好舒服，我樂意順住。第一次佢嚟到教會就係我哋教會報道會呼召嘅時候，好多人到台前，光仔都係其中之一。從此之後，每個禮拜嚟教會，佢參加嘅舞蹈班，笑容滿面。佢同呢個阿傾偈，嗰度阿傾偈，好快就認識好多弟兄姊妹。尋求主，尋求神，主就俾佢尋見。之後，光仔越嚟越中意翻教會，就算喺上年七月確診末期肺癌，佢都一直冇停過。呢份熱誠吸引埋大仔同細女都認識信仰。星期二又翻沙田長者聚會，星期三又翻粉嶺，星期四翻葵涌，星期五荃灣，星期六又翻沙田啟道班，星期日崇拜，一個禮拜翻足六日，好開心啊！聽啲弟兄姊妹嘅分享啊、講經啊嗰方面，係一種享受。教會咧，好多人都好認識光仔，次次見到佢咧都好好笑容，熟齡生命好長進，好渴慕翻教會啊睇聖經。我嘗試俾咗一本細本嘅馬可福音俾佢，佢都話冇乜讀過書，唔係好識睇字。我教佢嘅話咧，佢就一路都有記住，間唔中佢都會帶仔仔翻嚟嘅。佢仔仔係自閉，好開心，好中意翻嚟。我末期嘅肺癌，是醫生發覺嘅，逼我睇醫生，我照照咗出嚟。胸部肺部嗰度俾人踢两脚咁痛，食嘢有只呕啊，味觉已经差咗啊，唔开胃。而家等我电话嚟，就即刻去电疗。史生嗌佢太太煲定汤，等佢收工，车上嚟买埋啲生果，买埋啲送菜，买埋啲应用品俾我，即系惊我等我等佢，我唔能够接受到咁样啊！佢系神嘅旨意。你接受咗，我又開心，你又開心。Hello， 小弟，系，你好啊。OK， 好好得 ，OK， 好。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我哋原先唔識愛人嘅，我哋個個係都係一個以自我為中心諗自己。耶穌基督取咗奴仆形象嚟到世界上，為咗我哋個罪去做咁多嘢，我豈唔係應該為神放下身段？我都跟阿光仔講，唔好嗌我史醫生，我同佢關係係弟兄。呢年幾嘅病，主嘅恩典俾我救完，更唔舒服。我一翻教會啦，我真能夠舒服嘅，不可思議。個女都話：老豆，你唔夠精神，唔好翻啦。唉，我唔係啦，我而家夠精神啦咁咯，我去咯。咁我而家女都信咗。爸爸以前成日講粗口鬧人啦，飲酒。自從佢信咗主之後，冇乜脾氣，好温柔啊講嘢。我一出聲就係耶穌，就係要我翻教會。入到嚟依度，俾我嘅感覺好開心，好温馨。個個行埋同你打招呼，同你傾偈啊，好關心你，成家人咁樣。其實光仔而家嘅身體虛弱，情況唔太樂觀。拍摄期间都要多次暂停休息，不过佢每一日都好开心，特别系细女啱啱接受浸礼，呢三年佢每一日都觉得系赚翻嚟。浸浸后，师弟兄话以前个麦元光已经死咗啦，现在呢个光仔复生啦，教会嗰啲都系叫我光仔，好顺意，长老每个礼拜都会代我代祷关心我。弟兄姊妹都拿住把嚟問佢哋，使唔使嚟煲湯煮飯咁？好開心，自己兄弟姊妹都唔做唔得到，弟兄姊妹能夠做得到。你嗰個方法夠？面對死亡，面對治療，邊個唔驚呢？但係光仔借個禱告，把我憂慮、恐懼、懼怕都交託俾耶穌啦。我只要負責，求耶穌喜樂，耶穌負責我一切。佢一面講一面有種笑聲出嚟哦，冇埋怨，冇哀嘆，我都好感動。
看到耶稣的大能显在他身上。神早起身就是感谢主赐给我新的一天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得圣名义救，阿门。长老说你不够气，一两声够的了。我以前不懂笑的，现在我回到教会整个人不同的，有一个喜乐。很感谢是弟兄带领到我认识到主。他身体其实很有限制，但是他仍然说为神作见证，好，没问题，吃定止痛药来到拍，为主竭尽所能。感谢主给我一个好的精神，作主的一个好的见证，专心专意跟随主。记得同光仔倾偈，佢话自己只系小人物，从来冇谂过会成为主角。虽然而家佢嘅身体情况唔乐观，但系都好愿意为耶稣作见证。的确，我哋嘅价值观可能以身份、财富、地位去睇人，不过偏偏耶稣睇重同爱锡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都有宝贵嘅价值。光仔好爱太太，当太太病逝之后，佢无法面对现实，谂住一死了之。幸好在医院遇到史医生，除了帮他诊症，还聊天安慰他，讲圣经故事给他听，甚至邀请他回教会。就是这样，光仔不单止打消了寻死的念头，更找到耶稣成为生命之主。圣经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史医生是基督徒，医好病人是他的职责，不过他深知道人人都有一死，唯有信耶稣才可以得永生。好感恩今日他同光仔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彼此同行。可能你都好似昔日的光仔咁，面对看似冇出路的生活，好想放弃。我鼓励你找耶稣啊！耶稣爱光仔，同样好爱你。请你跟我同耶稣倾几句偈啊！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为了我所爱的家人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而好想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但多谢你寻找我，让我明白生命在你，复活也在你。信你的人虽然死了，也一日都必复活。上帝，我现在将我所爱的家人交给你，让我可以继续安心紧紧地跟随你，过一个丰盛的人生。多谢你爱我，主耶稣。现在光仔和史医生超越病人和医生的关系，他们是好朋友、好弟兄，我们很希望超越观众的关系成为好朋友。欢迎你打来 CBN 关怀热线，号码是3188-3803，你亦可以透过以下的方法和我们联络。你的留言一直都撑着我们，好像早前有位观众在 WhatsApp 这样说，我丈夫今年有抑郁，一直放不低挫折，上星期他自己在家看了很多集《星火飞腾》，他不断流泪，说很佩服众多的生命斗士。他还学了354集《希望》的主角，写下我会加油。我会继续在祷告和经济上支持 CBN。 多谢这对夫妇这么撑我们，我很想祝福你们靠着耶稣一起跨过难关。如果你都好似佢哋咁欣赏星火 ，CBN 好需要你撑住。无论喺 Facebook 或者 YouTube， 都想拜托你赞一赞好。你嘅举手之劳将会帮影片接触更多人。仲好想请你成为我哋嘅同行者。你可以一成为 CBN 分享大使，愿意向人分享我哋嘅制作；二发 WhatsApp 短信到6469-6090，表示愿意收取 CBN 嘅最新消息；三成为月捐者。你的奉献支持 CBN 拍摄更多更精彩的福音制作，只要一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直接奉献。一人一故事，拍住撑香港，齐齐拍住撑，祝福更多人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是骨枯干。神在太美好，齐冲破。